6月16日晚，第21届上海电影红毯上，罗晋、钟楚曦、谭松韵三位主演跟随电影《八月未央》剧组登上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红毯。三位颜值颇高，期待有颜有演技的完美演绎《八月未央》。在红毯上，三位主演被问到《八月未央》的看点在哪里，钟楚曦说：“坚韧、独立、充满生命力。”说一说《八月未央》到底可看点在哪里呢？从谁开始？好，松韵先来。好，可以啊。未央先来吧。我觉得几个关键词吧，坚韧、独立、充满生命力。谭松韵表示，我和未央还有更复杂的感情纠葛。我和未央不只是闺蜜情，还有更复杂的感情纠葛。对，戏里见。罗晋，爱情里有挣扎，走到最后的是真爱。就是想说的是什么呢，在爱情里会有挣扎，有的是有声的，有的是无声的，但走到最后的是真爱。